007，007，我是002，我是002，我现在已经到了指定位置。好的，我现在就解救人质。等等，有声音。不过不怕，我带来了博士为我新发明的超级无敌隐身衣。只要有了它，不管你走到丛林什么地方，他们都会看不见你。这么对我，好吧，那我就要炸死你们。超级无敌大炸药。三位是第一个上来的，因为上周哎呦惨遭第七名，是不是？首先我是觉得这个小品呢，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台词，然后基本上是靠肢体，没错，还有整创意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确是很不错。有几个小问题啊，这个不得不说。您说。我觉得还是一开始的那个命题不明确，你和两个这个部落人的矛盾，你的任务是什么来着？没交代清楚。